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带来的《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湘云。今天要为您带来的呢是国内棋圣战的一局棋，由彭丽瑶对阵谭笑啊，两位年轻棋手的对局。今天呢，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呢是孟泰林老师，孟老师好。哎，湘云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啊，能为大家带来一盘国内最大比赛的这个一盘精彩的对局。这个棋圣战啊，刚才我跟孟老师也在讨论啊，好像是被誉为国内最难选的一个赛事。是的，啊，这层层选拔。对，因为它可能覆盖的这个，因为人数众多嘛，它也是根据等级分来区分了一些，对对，就是预选的这个条件啊。对对对对对，严格的分了几个等级。如果你从最底下往上一层层往上升的话。我印象中好像得赢7盘棋才能进本赛，才能进本赛。大家听一下，并不是说能进决赛。进本赛，本赛关键还是相当于32强。32强，是的，是的。哇，那这样说来的话，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就是国内最大的啊这个赛事了。是的。反正我今年没有报名。你是因为这个选的，觉得这个轮数太多了吗？一方面吧，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个人来说，还是今年比较倾向性的就是做一个转型，正式的从职业棋手的身份尽快的跳到围棋教育者的这个身份当中。哦，也就是会给我们多来做解说是吗？多跟爱好者朋友们见面。有可能是这样的。对，大家都很欢迎啊。那么我们这盘棋的两位对局者呢，彭丽瑶和谭笑，实际上也都是非常有名的棋手了。当然，刚刚湘云说两位年轻棋手的对决，我想说好像不年轻了，不是特别年轻了。他们相对于我而言，确实还是要年轻一些。不过。事实上，他们都是95前嘛，一个是92年，一个93年。对，对，就是、也是26、27岁了。哎呀，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对，一转眼，经常就是有的时候会感慨，就觉得90后还很年轻啊，但是实际上90后已经迈入30岁的门槛了。对，大致上我算过一笔账，大概是24岁左右的年龄，在围甲中是年龄刚好是在中间，甚至还要靠前一点。靠前一点的意思是靠年龄大一点哦，24岁。对，对，所以说虽然26、27岁在社会上还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但是在竞技场上其实已经，尤其是脑力运动的竞技场上，已经不是那么年轻了。是的。就是这盘棋的两个对局者呢，其实他们在这个棋圣战当中也是，因为这个也不是第一轮嘛，哈。对。你算是第3轮了。也都是层层厮杀。对。筛选出来。对。谭笑和彭丽瑶两位都是很有名的棋手，我也跟我关系都很好。这两位，首先性格都很好，是好朋友。然后两个人也曾经做过队友，然后在棋盘上也是厮杀过很多很多盘。对，我在那个网上看到他们的交手记录呢，是谭笑7-5领先。对，这就是他俩太熟了，知根知底。那么对于这个相互之间的风格也是非常的熟悉。因此在棋上可以说两个人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接下来就是看谁的竞技状态更好。谁的临场把握更优势一些了。是，也就是我在这儿多问一下，就是我觉得两个棋手的棋风呢，两个棋手棋风，谭笑显然是比较大局一点的，他的棋特别快下的，然后相对来说也更清晰一些，清楚一些，因为快枪手一般来说他不会，这深层次的就是他不会纠结一些比如说一些细节上的，或者是一些，抉择上的，他不会过多的纠结这些。那相对来说，他就会选择更加清楚，自己能看得明白，看清楚。就是方向更大，对，就是大于一些细节。对对对，所以他们往往快枪手的棋就比较清楚一些。彭丽瑶相对来说，他算是
它算是偏稍稍偏立战一点，但是也算是比较全面的。它的特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那就是谭笑今天跟彭丽瑶很有可能两个人如果说都下的比较厚的话，反而是有可能都是他们擅长的。对，有可能是拉锯战啊。当然彭丽瑶他是不惧怕战斗，也是经常挑起战斗的。嗯，所以这盘棋我们来看吧，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嗯，好，这盘棋经过猜先，彭丽瑶是黑棋。嗯，彭丽瑶的黑棋啊，这个我观察他最近的布局都是二连星比较多。嗯，而谭笑呢，这盘棋很有意思，他就没有下星位，对，他下了两个很相对来说不如星位常见的，一个是小木啊，小木当然还可以，三三，看得出来他对这步棋，他肯定首先他是有一定的研究的，嗯，然后他相对来说他也比较倾向于实地上的一种选择，嗯，这也是他的风格。那么彭丽瑶很快速的就挂角，弹一下飞。哎，跟上一期的节目有所不一样啊，上一期的时候那个是选择王爽是选择了小尖，嗯啊，这两者区别就是一个更坚实啊，一个步伐更快，嗯，这个就是一个虚实和快慢的选择。嗯，那么挂完之后彭亮就淡淡的拆回来，这不大飞拆也是体现了他不同于有区别于小这个低拆的一个棋型。对呀，啊，这个棋他选择高位的目的是相对来说高位和低位的区别，那浅层次的就是高位对中央更好嘛，对吧，嗯，对头抬起来了嘛，那他一定是对外面更好。嗯，但是他对底下相对来说就没那么扎实，尤其是当白棋逼过来的时候。对呀，啊，下盘空 虚啊、嗯，这个就下盘扎实。嗯，这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劣，更多的是棋手的一种选择。嗯，我觉得他彭丽瑶既然选择这个，那么我认为他对下一步棋加棋过来这步棋他就寄予了期望。哦，你这么说确实是，一旦战斗的话高位会明显有利。对，嗯，所以这个是他的一种选择。嗯，那么这个选择就是和相比这个人有可能就是另一盘棋了。是的。嗯，我们来看啊，接下来谭笑在路上挂角。嗯，彭丽瑶没有硬，没有选择局部纠缠，如您所说啊，他就是，对，他这步棋是肯定是抱有期望的，就是下他想下的这一招。对，啊，哦，彭丽瑶我还是非常了解，他还是不跟，因为毕竟他年龄上真的已经不算小，没有优势是吗？是的，所以他跟年轻棋手的在对抗当中，他往往也会选择一些不常见的下法。嗯，就是说不想用一种太通俗的下法，大家都有所准备。对，如果大家都会的话，其实，那肯定是年轻棋手要更熟一些，嗯，一定是这样的。对对对。所以他还是想选择一些没有那么常见的。对，其实，啊，然后也算是这个，嗯，怎么说呢？打破常规，就引领对手到他不擅对手不擅长的路来。嗯，这是他希望做到的结果。嗯，那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格局呢，其实已经是就不像我们经常见到比较就点三三啊这些啊，对对对，大家看得多的这种布局套路了。嗯，对，我们来看这个棋，就是说黑棋首先这步棋就已经不常见，然后挂角的时候直接逼入这个啊，挂角脱先自然是有，但是一般来说可能是比如说点别人三三或者怎么样，嗯，或者反挂比较多，但是这个不挂的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少的了。是，这是体现出彭丽瑶他赛前的一种准备，至少他从战略上他是不想落入俗套的。嗯嗯，那么面对这步棋，谭笑也是表现得很稳健啊，这步棋拆二，嗯，啊，这边走好，同时也算是对这颗棋子一个加工。彭丽瑶立刻飞，这个棋型他一定是有所研究。这个棋型哈，他是选择飞上边。嗯，实际上孟老师，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强调飞下边是要点吗？啊，飞下边当然也是可以考虑的。嗯，那这个该怎么选择呢？什么场合下用什么样子吗？哦，这个实在是太难了，说实话这个问题太难了，因为飞下边它就是对于白棋这两个子的下盘进行骚扰和攻击嘛。嗯，啊，那么可见的变化是可能白棋会靠一点，是黑棋搬白棋虎，嗯，然后走成这样，
说这个时候黑棋又面临选择，可能是粘上，白棋再顺势回到这边顶。嗯，实际上白棋有针对性的，就是他可能会走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局面形成这样的话，这边如果一旦被飞住，他可能还面临一个生死的问题。黑棋可能要走，但是黑棋走一个，其实对白棋走两边来说威胁并不大。嗯，这个间距也并不是很好，很有力啊。但这可能虎，这有说不定虎又是另外一种下法，但这时候暂且不谈。嗯，总之下成这样的话，这是否是彭良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么这步飞他是否达到了目的？这就需要他考虑的了。事实上，飞一个就这个结果而言，如果飞是想攻击白棋下盘的话，其实这个是没有达到目的的。嗯，对，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没走到什么东西啊。嗯、对。嗯。那么就是你要怎么去选择？还是保留住比较好一点。对，你看这步棋，看起来像是上面对不对？嗯。实际上，这个不一定。我觉得他说不定，如果白棋贴的话，说不定他再来下边飞都有可能。这就是一种调子，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如果你其实再靠的话，我就会长一点。长了，嗯。如果你再粘，原本的话白棋会粘上，但是现在这两下交换，你这个太重复了。对，这封不住了，嗯，那差了，嗯。我再往前爬或者往回退，都可以，嗯，这样黑棋的效率上就还不错了。对，这两个明显得力。对，嗯。所以其实你看它是飞上边，但实际上彭良豪的意思未必是想要就是简单的走在上面，嗯，啊。如果你踢，我说不定就转底下来了，啊，或者是另外一种思路，是不是有可能尖顶这个，然后再虎，有没有可能？啊，感觉非常灵活呀。对，就是非常的灵活。嗯。然后再虎到这里，嗯，我这一下使得你不能盖住或者飞，也是。只能做这个选择，我这一下也有得力的地方。嗯。就是其实他有可能是虚晃一枪。对，这么说起来的话，白棋他如果选择贴，他其实也是要冒一定风险，就是对手的选择他可能不可控，不知道人家要出什么招。对，嗯嗯，这是其实他是一种障眼法，就是他还是会在底下实地也好，根据地也好，进行那个去掠夺你。嗯啊，但是他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以便他的目的达成。是，这个时候白棋就需要考虑自己如何应对的问题。嗯，实战谈笑，我想他看出黑棋的意图。哦，就是刚才说的取地的这个哈。对，否则我们都其实能感觉到，如果能下成这样的时候，如果说白棋刚刚能够贴到一下的话，嗯，这下肯定便宜了。嗯，那他没那么厚。嗯，对。但是呢，他觉得是走不到的。嗯，实战彭良是盖住嘛，对，就如果走到肯定是便宜的。对，走成这样子嘛，是你觉得就是双方得失如何呢？我觉得得失，应该说是黑棋取得了外势，白棋在脚上就是获得了实地。嗯，这个结果来说，双方可谓是各取所需。嗯，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黑棋这个飞到底他想要做什么，是什么动机让他飞一个，而白棋又为什么没有去贴这个呢？嗯，这听起来有点像悬疑剧的感觉，是吗？嗯，我觉得白棋他能满意的，就是我理解当中啊，他唯一能满意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地方这个子的位置吧。啊，第一就是近近。嗯，假设没有这个子的话，那白棋一定是不能接受的。啊，对，那这个太厚了，这个是的，有点不能接受。是，啊，总之就是，哎，确实是因为这一点，实战谈笑就，不想贴，破坏黑棋的这个他真实的想法。嗯，那当然，黑棋的相应的回报还是把这个贴住，这也是挺厚的，也是不错的。嗯，总之带着这个结果，双方进入了右上角的争夺。对，觉得这个就是调子比较快，白棋步调快。对，白棋的实力多，速度快，黑棋更厚，潜力更大，两种不同风格的较量。所以这盘棋，我觉得在开局阶段，彭良他的布局策略，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还是觉得挺明显的。嗯，因为你看啊，这个时候黑棋选择靠，然后他选择淡淡的长。嗯。
通常来说，在这个地方有子的情况下，黑其实可以考虑虎的。对，这个其实也是我特别想问的这个问题。对，白棋怎么应呢？对，白棋应该说只能立啊、嗯，黑棋断，白棋退。对、啊，因为这子距离比较近嘛。对，黑棋事实上可以这么选择。对，是黑的可以接受。对，因为这个就是不想让白棋长，不想让白棋获取实地、嗯、上面自己吃一个。嗯，但是这个下法被他 pass 了。嗯，因为他还是要想要保持对白棋的攻击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棋形的白棋还是相对来说很坚实的。嗯，他为了保持对白棋的攻击性，不肯这么下，那他就淡淡的长。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黑棋自身是没有获得多少价值的，嗯，对，漏风嘛，那脚上没什么东西，对，欠着，对，白棋其实也已经算是先拆到了，对，就是通常双飞燕的话，应该是在这里没有子的情况，对，现在这儿已经拆好了，对，已经拆好了，你再去走啊，等于说是白棋已经走好了，嗯，那么，但是他为了发挥这边的后卫，他还是要做出一个，这从短期来看，没有。体现不出多少价值的一种选择，嗯，这就是他的一种战略，就是他把更多的把目光放在以后，放在未来，黑棋如何去发挥后卫和潜力的地方，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的选择相对来说就比较明显一些，速度行棋速度就会比较快，嗯，这也是谭笑的风格，对，十人小尖。这步棋有别于这个，这个就是上面被靠一下，黑棋的自身整形、哦、形状还是不错的，嗯，然后就可以去飞过来、嗯、这样的话白棋的确有点局促，嗯，因为这边力啊对于一招棋同时对两边的白棋产生威胁，对，这个白棋有点兄弟打架，对，这是黑棋比较舒服的地方、嗯、是的，所以谭笑就是不想让黑棋先手整形，嗯，但是孟老师啊，这个棋呢，在双飞燕的过去下法里面啊，不是大家这个定式的选择都是尖这里吗？嗯，对。对啊，那这个棋它现在是产生了变化的更迭吗？是新变化？这个变化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的确是这样。嗯、而且，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场合是怎么样的，就是以前的定式下法是走成这样，然后再挤一下，嗯，再胡。对啊，黑棋也有可能还是会中下，但是没有架，但现在这个子有区别吗？嗯，这样黑棋不好应，对，可能不会走这一下，甚至于我觉得这个场合黑棋都未必会这么走。嗯，黑棋是不是就直接活脚？黑棋反正最终还是要回到，回到立这招棋，同时威胁白棋两边的这个角度上。嗯，例如说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搬，嗯，我就长、嗯，我再震过来，嗯，这个。我只能是，根据见机行事的。我感觉这种场合黑棋可能还是要上边，然后我始终强调的一点就是我，嗯，这个立下去严厉。我上面要同时威胁你左右两边。是，是的。嗯，所以我首先第一条，我就一定要把你封住，对吧？我要做到这一点，我首先得把你封住才行。嗯。对，那这样说的话也能理解他们后来双方的这个争夺的目的了。对、嗯、我们来看实战呢，就是因为如果黑棋把白棋封住，白棋要去上面搬粘的话，那么之前这个角上价值就不大了，嗯，所以这个白棋也没有直接走，也没有是像那样的迂回的走，而是走上这里。其实这步棋真正的意思还是威胁这个地方黑棋的冲断、哦、冲断，所以黑棋还是得硬。那实战靠呢跟双都是可以的选择、嗯、靠事实上也是间接在补这个冲断，因为他你把脚做活的间接也就是在补冲断嘛，嗯，白棋把这个小尖起来，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冲断了，那叫双，白棋再快速拆到这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脚上如果将来白棋做活一旦选择搬粘这种棋的话，脚上的目数价值其实是很小的，嗯，是，对，白棋刚刚要获得的话，那刚好接下来可能两边要打架了，就没有价值，嗯，所以谭笑的策略就是非常快啊，轻描淡写的非常快的最后拆到右边，对，
白棋的布局速度非常的快，有这种感觉。是的，黑棋就更多的把目光放在积累后卫和潜力的上面。对，现在其实黑棋没有获得特别多的东西。嗯，我反而觉得那个三三位置还行嘛，要不然这个三三好像不需要思考，是就留下了。嗯，对。那现在黑棋就需要不断的去用后卫去威慑白棋。嗯。谈可能谈不上威胁，就是威慑白棋。对对对，让你产生一点难受。对，让你产生保卫，然后我去不断的影响你。啊，这步逼住本身它首先是一步大场，然后同时它要对白棋产生一定的威胁。对。而它如果一旦它感受到威胁，必然影响了上面，进而影响到这边。嗯，这是连带的，这个是一种全局关系。嗯，对，一环扣一环。对，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谭笑下一步棋要在这里跳一个啊。事实上这步棋也是没有体现出多少价值的一步棋。对，但是它还是呼应啊。对，嗯，它加强这个，同时威胁黑棋，相对的威胁黑棋，迫使黑棋做出拐一个的交换。嗯，上面相对就厚了，那这个问题就得到缓解了。这整个的流程上，从无论是从黑棋的思路上还是从白棋的思路上，相对来说也就比较清晰了。嗯，双方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招棋都是在暗中较劲，就感觉像那个高手过招都是比内功一样。对，就是好像内力隔空咔咔几掌往下打，旁观者好像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对，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彼此已经就是交手好几回合了。是的。对, 对，他们已经来回对掌好几次，只不过没有实打实的碰上而已。嗯，是，这个确实还是要这个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在这个地方，两个人的比拼其实不仅仅是单纯我们说占个大场，或者是怎么样抢点木那么简单。对，下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对，就是这个感觉，让大家体会到这种啊高手过招的感觉。嗯嗯。是，接下来呢，这个棋是对接下来，对接下来，你看白棋感受到黑棋的威胁，也是补强了自己了。那黑棋这个角上也没有多大问题，那自然而然，既然黑白双方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缓解，那么双方就必然把目光转移到局面空旷的地方。那么黑棋例如说这个后势，他希望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嗯。很显然是往下面这个幅度去发展， 对吧？他还是挂了一下，所以黑棋从这边挂，啊，这是黑棋两个方向的选择，他之所以选择这边的一种必然性。对，因为他这边毕竟厚嘛，借着这个来发展，是的，扩张自己。对，白棋走这边，嗯，他就迅速的立下了，还是回到立。嗯，你看，即便是这个地方有那个坚实的，但这步棋始终是很大的一手。对，还是蛮诱人的。对，接下来我马上要求你，我要跳你这个，我上面要带着你两个子，进而威胁你脚上。这个被跳进来，好像通常我们都觉得，就这个挺大的啊。你要是挡住，你看起来顶住了，其实不一定顶得住。我反手一点，这下子可能出事情了。所以这就是很讨厌的地方，就黑棋可以利用后卫去蚕食白棋的地方。嗯，这个得硬啊。嗯，不能不硬。是的，就这步棋我们来看还是很有味道的一步啊，又是隔空咔拍了一掌。对，所以白棋的回应是补一个吧，非常稳。嗯，当然稳的同时也是你看起来他是防守，但其实稳中有攻，这暗劲儿也出来了。对对对，暗藏杀机、啊。对，马上要搬出来啊。嗯，先手。嗯，黑棋又自补。对，得说大概算是一种剑法，这是攻击的剑法，然后顺势一个回绕，然后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中心面前的中心，回过来，嗯、堂堂正正的自补了一手。啊，又给自己来一个保护罩。啊，对。是有攻有守，嗯，然后同时他也是有暗劲儿对白棋的威胁，嗯，对，白棋应该还是不愿意被黑棋封住吧？对，封住的话，你就是要去底线，反正
你怎么做活，而且封住之前黑棋比如说可以先点，再贴住、啊、然后你补活之后我这个地方又因为我整体沉厚了，我就将来就打入你。对，这打入不像能轻易搞定的样子。对，因为我一旦后了，我没有后顾之忧的话，这种地方就将来必然是白棋存在的隐患。对，欠着的。嗯，实战呢，也是双方真的是开始较劲儿啊，靠了上来，是不是有一种太极推手的感觉啊？对，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要借劲儿行棋、啊，对你这个剑法刚好回到中间点的时候，嗯、我立刻靠了上来。因为你已经加强自己、嗯、你这个姿势已经把自己这边给加强了、嗯、那我不妨让你再强一点。嗯，这也是孟老师对武侠也很有研究你多给我们出几招这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成这个样子这挺好的，大家应该会很喜欢啊。总之就是我是我现在的一种感觉，嗯，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已经厚了、嗯、我不妨就让你再厚一点。嗯嗯，那么黑棋搬，然后就长，这没办法，这搬太大了。嗯，是，就是这样。白棋得以出头，嗯，威胁黑棋，黑棋再补回。对，在这个环节当中，也就算是告一段落。对，双方这个是内力的比拼，算是告一段落了。嗯，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布局阶段啊，两个人都是暗自，就是说刚才我们孟老师给大家很多很详细很具体的形容了哈，这可以考虑一下接下来白棋会把这个棋局引向什么样的方向啊，双方在接下来呢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棋的一个思路，我们稍事休息呢，等一会儿回来。好的，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呢给大家留下一个悬念啊，小伏笔，就是白棋接下来谭笑会把这个局势引向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们一起来看。刚刚双方比完暗劲了啊、嗯、现在在动点真功夫了。真功夫，对，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就是围棋当中就好像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变化啊，自然的战斗产生的啊、嗯、是的，是黑棋已死，后势为屏障向这边发展，嗯，这个幅度已经足够宽了，嗯，那么白棋这两个子也很坚实，这颗头也出头了，双白棋全盘也没有弱棋，白棋甘心让黑棋围责，这种规模的扩张，这种规模的势力吗？对，他一定是要在这边有所动作。对，我肯定是不肯让你围出这么多五线啊，这你就两颗棋子围这么多，那肯定不行。嗯，谭笑选择限制黑棋。嗯，那孟老师，这个你看哈，这种四路的尖冲，我们一般管它叫清削、嗯，对吧？那这个地方除了清削，比如说我举例打入这样的棋如何呢？打入也当然也可以考虑了，这也是两种风格啊。因为这个是清削，相对来说，我是可以让你从三路回去的。嗯，我允许你这样做的。嗯，那么打入就是不给你这个机会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面，黑棋这边是非常厚的。嗯，谭笑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你这个后势你发挥出你的价值你是应该的啊，就比如说你三路你围了一点实控，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所以我掌握这个分寸就好了，我既清削你又让你的效率只能保持在这一线，嗯，这我就可以接受了。是，我又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是不是来凌波微步了？总之，轻灵一点。对，这个就是也算也是一种中庸之道。嗯，对，对方厚，所以我就下的让，就给你一定的分寸。是，嗯，而且爬白就长，哎，这个意思也很简单，你要爬回去，那我就长顺势给你嘛，啊，无所谓的。对，嗯，这样我限制你，对，其实你的后势。你只围了这些，这样子爬回也有点不肯哦。对，那也就这么回事了。嗯，而不像是我要是不走的话，那黑棋点什么靠，嗯，然后再给我怎么来一大围，对，那我可比如说什么来这种线都这么围攻，那确实太大了。是是是，所以这是不同不一样的。那么白棋如果能够限制黑棋在三路，确实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嗯，但是彭辽肯这样做吗？他还是像您刚才的选择一样啊，想选择这个点。对，点
如果白棋挡黑棋再靠，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棋形，嗯，也是非常常见的选择。对，这样白棋还挺难受的。是的，白棋比如说立下的话，我觉得甚至于黑棋这时候继续贴都有可能。对，有这个心情。对，因为我要攻击你，我要发挥我的后卫价值。嗯，有道理。哎，所以战斗自然产生了。嗯，谭笑也不能满足于被你去无单方面的攻击我。嗯，我要反击，因为我先动手的地方嘛。对，穿断了，非常激烈的下法。对，在这个地方，对，战斗一触即发了。黑棋冲，白棋挡住，对，这也没有什么退路。断，这黑棋也没有退路，必然没有退路。嗯，黑棋因为他总是要发挥后卫的威力嘛，嗯，所以形成战斗也是他希望看到的。没错，挡住，白棋挡，黑棋打吃，嗯，白棋粘上，然后黑棋。飞一个，不是爬，而是飞过，很有意思。因为如果爬的话，白棋这步就可以先搬一下，然后在这步拐一个，是让黑棋感到左右为难的一手。嗯，这个如果一旦被连搬下去，这个严厉程度，对，就这边有点扛不住，是有点要死了的意思。对，不想活了这个。对，但这边被打过来也吃不消。对对，所以这个爬其实不，对。爬一个的话其实反而是有问题的。对，如果飞白棋再走，那么假设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跟着硬，跟着硬，白棋再尖顶的时候，嗯，黑棋可以搬了。对，你这个时候你再断，我不会去打这一下，嗯，而是单退。单退，对，这样杀棋，对，这对这边的结果影响会差很多。嗯，包括对中间的影响，我是有可能跟你这个子和中间杀棋都有可能的，分别杀，这是完全不同的。嗯，所以包括将来你即便能把我杀掉，我弃子的角度的时候也是完全不同的。啊，我等于白，如果这打一下再弃了的话，再被这样吃掉，嗯，那这个是的，那损失太多了。对对对，所以是有这样那样的区别。此时飞一个是更加柔软的下法，对，总好了。那总是更好的。嗯。白棋这步棋感觉又开始输送内力了。对，又感觉内功深厚的一招啊。对，因为白棋其实现在是可以考虑先冲完再走的，这是绝线啊。对，这样的话就是上边将来也许能，对，但是第一这个地方有点俗，嗯，啊，冲一下导致其实这边白棋没什么可下的棋，因为黑棋太厚了。太厚了，是的。嗯，第二冲一个你要小心白棋黑棋在这一瞬间反扳，这个地方都要反击吗？啊，有可能啊，你这个冲就变成大俗的一手。假设你挡我再走回来，我不让你立这个，是我只能是一声叹息。对啊，我怎么硬啊，你挡我吃了你那是肯定不行。嗯，可是你怎么搬呢？你双一个的话，嗯，这边依然有层冲断。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好像就是说白棋好像不太能考虑冲。嗯，因为这被搬的时候反而作茧自缚了，这个被搬一下的话这边各种扑啊什么的差太多了。嗯，可能还是单立就是比较合理一点。对，比较合理，走不到这个冲。嗯，所以只能立。哇，这个地方黑棋贴，嗯，白棋长。嗯，白棋的意思也很简单，你这个要补吧。对，然后他这边该我下，我哪怕就先推回来。哎，这个棋形就很扎实，这边没有任何破绽。嗯，同时你这边还是这样，然后这边你的战斗呢，你虎我就飞，甚至大飞，就算小飞吧。嗯，也是一个五五开的战斗。就对，黑棋也占不到什么上风。对，我这边获得了还是很扎实、很不错的棋形。嗯，这样白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战斗已经产生了，黑棋势必要发挥自己后卫的威力。嗯，此时彭辽选择了一个非常酷烈的下法。我觉得这招棋出现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决绝。这个，这是真的，就是我
怎么说，就是有壮士的那种感觉，就这个不管了吗？这个对，非常拼啊，这步棋，嗯，啊，非常拼，因为这招棋价值我们都知道太大了，嗯，把这个冲下来，将来甚至于这个什么各种搜刮都有，小尖也是先手，这直接给穿断了，等于说，但是这边这就不管了吗？对，就这个问题啊，啊，这四颗棋子肯定是棋筋啊，嗯，那么现在。白棋能不能拿出黑棋，这成为了一个问题。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得拿吧。嗯，但是如果白棋就简单的小尖的话，尖一个我不知道黑棋会跳还是爬，好像都行。啊，对，就是白棋、黑棋，比如说就活了就完了。对，因为这个黑棋非常厚，立甚至都是先手，你还得挡或者尖一个走一个。这白太后手了。对，我这边刚刚想小尖什么都是，甚至白尖都是先手。嗯，你分段我没有。大的意义，我甚至已经先手活、嗯。对，我比如说再胡过来，这边的潜力，对，非常大，下方潜力非常大。没错，这个应该不是，就是说白棋的对策。对，白棋这个这样下的话，其实这个看起来把黑棋穿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收获，对，黑棋太厚了，没有起到伤筋动骨。对，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看起来这个下法。穿断了黑棋，但事实上却刚好顶在了黑棋的后卫上。嗯，就是有些时候让他爬二路是很舒服的，但是像现在这个局面是没什么，反而是不可取的。大家要辨别。对，现在白棋如果想要在这边动手的话，必须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工作，然后争取把这四颗棋子吃掉。对，怎么得让他留下他的棋筋，得留下。对，留下。嗯，我觉得孟老师，你说把这个地方棋筋留下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尖就不给他？对对，是吧？对，跟上面战斗起来也不一样。对，因为这个四子一旦白棋把它吃了，那将来白棋随便搬虎什么走什么都可以。嗯，这边这个弹性啊，这个可利用的空间太大了。没错，这些都是厚薄带来的影响。嗯，啊，这个棋筋带来的影响。实际上白棋就哪怕这个拐步伐非常慢，但是也必须要拐。对。因为他为了这边可以直接靠下来，嗯，吃掉黑棋的棋筋。对，哎呀，那这个接下来的就涉及到复杂计算了。对，这听这语气好像有点怵啊。就是我相信他们对局的双方应该在下棋的时候都就是了然于胸哈、啊嗯，已经有所准备了。对，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一头雾水啊。啊，是这个黑的到底是死是活呢？黑棋如果选择搬的话，这边一断，嗯，大概黑棋就只能弃了，嗯，但这个结果白棋吃得太舒服，嗯，因为吃掉这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黑棋没有弃，白棋外面铁厚，嗯，连带着黑棋这些子就变得很薄，对，也不厚，啊、嗯，打个简单的比方，这个时候黑棋可能就只有。甚至可能就自己搬一个，嗯，连这种机会都没有，因为我就简单搬一个，你连我太厚了，你这搬下来都没有意义。对，你虎了就出去了。对，我或者我这虎和粘我不知道走哪个，就简单尖一个，我甚至在攻击你。嗯，没错，这个好像真的不是黑棋能接受的。对，之所以造成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厚薄逆转了。嗯，白棋太厚，黑棋反而变薄。是，所以黑棋要弃子可以。弃子之后获得的价值不是这边的目数，而更多的他希望是做到这边变厚，嗯，这才是黑棋弃子弃得其所的一个方这个理这个一个原因，就是说弃子的方向，他必须要让这边获得价值，就是哪怕多死点，对，哪怕多死一点，所以他实战其实我们就能预见了，直接团断，团肩膀，把自己的子儿变成死成六个子。这个非常规的下法，嗯，很显然，但是这个是一定是有着很深厚的计算的。啊、嗯，对，那就是在之后的可能十多手，基本上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对，这是一个直线计算，嗯、直线计算基本上是最简单的地方。嗯，嗯，就是当然，这背后的判断事实上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选择这个下法的原因啊，对对对、啊，判断远远难于计算的手术啊，对，嗯，和嗯，因为计算其实是，就是，是可有迹可循、嗯，但判断更多的是代表着水平。对对对，是，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嗯，
白棋跳，白棋跳啊，以后后来的变化很清楚。黑棋拐，这就是首先第一黑棋通过弃子得到的价值。嗯，白棋只能出来，对，因为中间弃太紧了，然后黑棋再从这边粘上。嗯，这个时候就是黑棋中间夹住和底下收弃成剑合，白棋必须得收弃，拖。嗯。然后黑棋再立下，又是好棋。好棋，这手棋巧妙的延弃啊。特别巧妙的一点，就是这步棋产生了一个挖，这个挖直接把这两个子吃掉了。嗯。白棋必须要走，但白棋如果选择紧弃，嗯，看上去好像还是气长啊。嗯。就无论你挖也好，冲也好，我还是比你气长。对，看起来这个局部，就你可能还是在上面滚嘛。嗯。但是那样的话。这就要落黑棋夹住，要落后手了。嗯，但是其实黑棋在这儿有好棋。黑棋这个时候就平淡的好棋可以说。对，因为这个要跳进来，如果我不明白，我就补一个。哇，这个就是黑棋的哈哈大笑理想图。对，这个时候注意啊，黑棋是飞，有一个看上去没收在气上，一路点的妙手，但实际上白的已经死了。对，嗯。就这样的话，白棋就只剩下两气，黑棋有三气，白棋反而被杀了。嗯，所以这步利成为了先手，利成为先手，就意味着白棋只能硬这边，关键你还不好走，你可能就理想下只有再紧气，连紧两气、嗯，然后这边面临一个至少是一个打劫的一个生死劫的一个问题。对，这个我相信白棋没有这个勇气。对，因为黑棋。这边已经做好棋子，已经是你吃掉的了、嗯、但是你把这角上再搭进去不值得。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利的好手，长期的好棋。白棋病，白棋在这边先病是好棋，这样的话黑棋这边就成为了后手，跟这边没有关系了。嗯，气它就长了。对，然后黑棋再夹住，再挖一个，再一退。嗯，其实退可以考虑搬，搬会不会搬不住我呀？是、啊，搬不住，我就往外跑，哦、搬不住，那就不可考虑。可以就窜出来。啊，是的，是的，那我看错了，不可以。嗯，这个想要下得更紧凑，但是还是这样子。对，还是这样算了。先手呢，把白棋封住了。嗯。就是白棋一二三四四口气，白棋紧住气之后，黑棋只有三气。嗯，可以看到黑棋慢一气被白棋杀掉了。嗯，但黑棋获得的就是一派通天的后壁，嗯、这个价值远远强过左边的木数。也就是这个弃子，黑棋是接受可以接受的。啊，黑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嗯，整个一带的战役其实过程还是非常精彩的。对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气势磅礴的棋子，对，够响。那么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整体是很直线的，是一条直线。嗯，咔咔咔，就是双方对此都是很清楚的。对，然后下完之后，那么黑棋就得到先手。对，黑棋这盘棋的逻辑主线始终是围绕着一点，就是如何发挥后卫，他去做这个思考。嗯，现在他在这儿交换，打入。我觉得是有这个子吧，这个打入就可以打了。对，再点冲。现在黑棋先做了一个铺垫，等于说这个局部其实不是说局面的最关键的一个点。嗯，局面的焦点应该在空旷的地方哈。对，黑棋这一带也算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就是白棋还是这边还是归白棋的。嗯，但是黑棋通过因为后卫的影响嘛，白棋也只好去先把这边捞住再说。嗯。黑棋冲过来之后，这块棋其实现在是有一点问题的，没活干净。嗯，将来是有可能我会攻击的。那么因为这一块的一个不安定，这直接导致的就是黑棋在发展下边的时候，它有一个牵制。嗯，就我这边一旦再后了，我再杀你，你可能自然死亡。就这边我只要一排子，你肯定是已经死了。啊，对，无路了。嗯，所以就是说白棋，这使得白棋在。破坏黑棋下边的势力的过程中，他需要注意自己还有一块棋没有活呢。嗯，对，那也就是黑棋刚才这个弃子的交换其实也做铺垫了。是的。嗯，这对后来的战斗有很深远的影响。好的，实战黑棋在下边拆边。嗯，白棋打进去，白棋肯定是得打入的，
但是就是时时刻刻白棋得注意那边。嗯，黑棋走这个，他是先尖的一个。啊，黑棋先尖。嗯，白棋爬，黑走这个。那么黑棋也很简单，就是我围住这边，围住这边，其实我这棋完全可以跟白棋抗衡。嗯，白棋其实目也真的不是特别多。嗯，主要是黑的这里厚，白棋也没有这种手段了。对，那白棋当然就是还是要限制黑棋的这个势力范围。嗯，尖刺啊。对，粘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立一下。对，由于时控的这样的一个，还是很有紧迫感的啊。嗯，实际上谭笑先在这边巧手巧面的先点一下，问问你的态度。对，看你这个味道怪一点。对，如果你走这儿的话，我上面挤一个先手，啊，底下再立先手就把你冲断了。哦，原来是这样。对，都有关系啊，包括这个挤一下跟我眼线也都有关系。嗯，你选择顶一个，嗯，就缓解了一下我这边的问题。嗯，由于形势就目数上的还是有，其实挺紧迫的，对白棋来说，因为黑棋的目也很多。对，他是抢了一个官子啊。他抢了一步官子，这步官子价值非常大，是大概有这么一个先手，就如果算是白棋先手的话，先手十几目，嗯，对的价值非常的大。是的，白棋希望能够兑现，然后再在中间走棋，然后迎来了本局的最后一个战役。黑棋又反击了，黑棋震，那不是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战役，黑棋抢先来进攻白棋。白棋先搬，嗯，这是之前做的铺垫，嗯，黑棋挡，小尖，白棋小尖，点，嗯，这谭笑的这个巧手也很多呀。他是为了他的意图是为了做活上边，嗯，黑棋吃，打吃，我先冲，先跳了一个吧，应该是，嗯，跳一下，跳，黑棋杠，盖住，白棋冲，黑棋当然这个只好挡，恰，白棋恰吃，黑棋粘上，打吃。这一系列白棋到底为了什么呢？事实上，这一系列白棋从目数上来讲是明显亏的。对，他为的是给黑棋的中间造成威胁。实际上，断白黑棋只能退。嗯，而黑棋这里子也不要了，因为你这个子就算吃掉，你整体是不活的。对，白棋没空吃。白棋也没空吃，那白棋先打吃，问一下你的应手。如果你选择粘的话，那我这边就可以先手吃回来。嗯，他就做活吧。所以他肯定是要粘这个。嗯。这个他挖，让白棋挖，因为这个断是先手嘛。嗯，这边三个子等于已经被断掉了，但是这个断损目白棋先保留。对，但黑棋只能去吃外面，然后也只好虎这边。他冲，然后闲暇之余白棋先冲一下。主要是白棋，嗯，对，小安你说吧。就是他不走，不是粘一个先手吗？啊，粘一个。粘完了，我怎么觉得这块儿是不是就刚才孟老师你说的？粘这个对于这边来说吗？哦，不是，就是这块棋，对，感觉就快。对，关键是白棋如果不冲黑棋，其实现在已经有一条后壁了。嗯，就直接会把白棋这块就给杀掉了。哦，对对对。所以白棋必须要先冲一下，嗯，因为你这个已经被断开了嘛，嗯，所以你中间确实还是要补，等于说把这块棋给出头。对，有了这招棋，白棋上面才能做活。嗯，然后白棋再考虑忙活的问题。没错。哎呦，真的，谭笑太辛苦了。就是啊，这个怎么也是有一种卖肉，就是说壮士断腕，没办法。对，然后这拖也没办法，必须得拖。嗯，如果点，这还不行。嗯，这个棋，你怎么这样？你实战底下虽然能做出一只眼，但上面我一挖的时候，上面居然没有眼。这个真是恐怖啊，这黑棋太厚了，这全都是先手。 嗯， 嗯，所以实战白棋做活的方式还必须以一个最委屈的方式做活。嗯，想便宜两目都不行，拖做眼，只能坐在这个地方。对，再走这里算活了，终于活了。嗯，让黑棋回到这边长，白棋补活上边。嗯，黑棋立，这都是给黑棋的。嗯，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攻击黑棋这一带饱满的时空，饱满的时空，嗯，再回到这边挡出，像这样的时候黑棋可以说是奠定了这盘棋的胜势。嗯，就是黑棋的时空还是领先比较明显的。对，它主要这个粘先手，然后这一会儿一尖一挡，这都是木啊。是的。嗯，所以就是说这一带黑棋通过后卫去攻击这一带发挥得非常非常精彩，从而一举是取得了
本局的胜利，因为确实实际上的收获我们可以看到这全是满打满算的，嗯，而不像是刚才左右两边黑棋的目数可能还是要打架的，嗯，中间现在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潜力，嗯。后来呢，谭笑企图在这边搬过，然后想要去大幅度的围住，然后缩小时空的差距，但没想到又被彭丽瑶下出了一个收气的好手。对，其实这个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角上已经不那么好处理了。这个点的好其实在于白棋如果打吃，黑棋可以直接恰吃。嗯，你粘住，我再直接打这个成为打劫。嗯，出棋了。就彭丽瑶，他的这盘棋为什么彭丽瑶最后能够获胜？其实从进程上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到，真正的原因是在于他成功的把黑棋的后卫后势的威力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嗯，这个就是他的，就是后，没想到后面能换这么多东西。对对对，他把这个后势真的是非常善于利用后卫去进攻的一位选手啊。嗯，对，就是让你不断的在蚕食你啊。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角上其实最终也是出棋了。对，嗯，最后的结果白棋挡，嗯，只能挡，黑棋退。嗯，事实上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收气。嗯，如果正常收气收回去的话实在是太惨了。对，你这搬还反而还不如不搬过。嗯，彭亮那个谭笑决定算是最后一搏吧。嗯，搬这个，这是就感觉已经很奇怪了，为什么要搬这个？这不是送死吗？嗯，他是为了得到团的先手，如果黑棋阻度，我再从这边退。嗯，黑棋先靠一个又是好棋，收气的好棋，再搬。对，这个一环扣一环。对，然后白棋挖，这个时候给黑棋留下了最后一道难题。嗯，如果黑棋打吃，嗯，白棋粘，黑棋粘住的话，这个地方白棋走这里，这局部白棋可以不用收气，直接将黑棋吃掉。嗯，这个黑棋不行，所以实战。黑棋只好走这里，那么黑棋可以走这里，然后粘上。但是黑棋，然后黑棋先顶中间，绝线，再一搬。这个局部，由于时间原因，咱们就不后续摆了。这个局部最终黑棋快一气把白棋杀掉了。嗯，好的，这盘棋呢，最终是以彭丽瑶中盘获胜而告终。感谢大家观看这盘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